喂，小千啊，啊，是我。你最近忙吗？哦，我在整理一些资料。啊，那你有没有空啊？我们出来坐坐。好的。好，那一会儿到 BFC 外滩金融中心楼下的咖啡厅见。OK。好。Mark，你过来。李总，程飞呢？李总，他说去医院了。然后呢？不知道啊。你连自己总监的情况都不了解，你还能干什么？李总，我在画图呢，图都没画完呢。你最起帮我密切留意程飞的情况，随时向我汇报。知道了。冯总监，你怎么在这？我来看林哲，你呢？我也是来看林哲啊。哎，正好你在，你带我去看看他，然后我们找个地方聊一聊。好啊，来来来，跟我来。哇，你还带了好多东西啊。最近在顾心言那里干的怎么样啊？就那样吧。我懂了，女人之间的友谊嘛，就跟信任差不多，一旦有了皱褶啊，就很难抹平了。其实顾心言在你心里有芥蒂也很正常。干我们这行流动性大嘛，东家不干干西家了。你看我，现在不也过得挺好的？是啊，从东城出去这么多老员工，也只有您是混得最为风生水起的了。小金啊，小金，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会聊天了。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我的经验之谈吧，啊，您请说。其实各家博弈也好，横向竞争也罢，那些啊都是老板的事儿。咱们这些打工的，跟对人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可是我在公司地位这么低，也谈不上什么留不留后路这种事儿吧。但是你身份特殊啊，我身份特殊。你是顾心言进东城的第一位好朋友，是他的贴心人，而且你跟李明康私交甚好。没有，其实我们呢也只不过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而已。你就别解释了。其实我想说的是，跟你同一批进东城的员工啊，现在都起来了。尤其是顾心言这样纯正的东城的后裔，现在到了璀璨收购东城的关键时刻，你只需要待在顾心言身边，在关键的节点上，把第一手的隐秘资料向璀璨透露那么一点点。那你觉得 Lucy Lee 能不念着你的好吗？班总监，听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让我……远没有商业界点这么复杂。我的意思呢？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觉得呢？那行吧，我明白了。你最近怎么样啊？最近还行吧，压力很大，钱倒是给的不少，但是露丝莉这个女人野心太大了，扩张的速度太快了。我们设计部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整天交设计，交设计，交设计。快被他搞疯了。压力和回报是成正比的嘛，他给了你那么高的薪水，自然希望你会有比较高的回报啊。你才刚当上董事长几天就有资本家思维了？我这不是资本家思维，而是我在帮你分析。你就当他是在督促你精进业务水平吧。不过问题是，露西莉根本不懂设计。以璀璨现在的设计制作周期，肯定出不了精品。不过她也不需要精品。
Take care of yourself. Yeah, I know. 听说露西丽最近在张罗收购东城。真是蛇吞象啊！这个露西丽也不怕消化不良。真希望你可以回来。不过，现在的东城可没有办法给你像璀璨那么高的薪水。哼，当初你对人家爱理不理，现在高攀不起了吧？当初你可是骗得我好惨。早知道你是唐老师女儿，我肯定能对你更好一点。你已经对我很好了，真好。真希望唐老师能看到你今天的样子。哟，佟总监，去哪儿了？我去哪儿为什么向你汇报？我是管不着你啊。那请问你设计稿交了吗？你问我这个干嘛？ Lucy 老催我也就算了，你凭什么也跟着催？你们不干活，我们销售什么呀？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替老板催的。再给你三天时间，赶紧交稿。我们俩平级，你凭什么替老板催啊？你有什么资格催我？哼，你有意见啊？你有意见去找 Lucy Lee 啊，你去问问他，我催你催的对不对？没事。请进。嗯，小青，青言，嗯，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有点事情想找你聊一下。坐。喝瓶水，谢谢。小青，你找我什么事儿？嗯，青言啊。最近除了忙东城的事情以外，偶尔也要关注一下竞争对手那边的情况。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嗯，其实之前班雅琪把我约出去了。梅总，杨总，收购意向书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这边公司上下也都达成一致了。那就将收购进行到底。必须的。我们三家达成一致，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成了。盛世的胡总那边呢，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他已经答应不再给东城注资了，甚至要从东城撤资。退一步讲，就算是胡总不参与这次投资，我们三家联手，那也将制造一个业内经典的收购案例。Lucy， 资金方面我这边没问题。如果真的成功收购东城，我可以负责大部分的资金，当然，我要占最大比例的股份。我现在只有一个疑问。您是想问，东城会不会同意这次收购？正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在这个商场上，有什么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呢？哎，哎，哈哈哈！就是，就是，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的。他最后还说，让我安心的待在你的身边，等到了关键的节点，再把我们的资料向璀璨那边透露那么一点点。
小琴，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不不不，心妍，你千万别谢我。我觉得这是我欠你的。之前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情，半亚琪他说，咱们女孩子的友谊就像白纸一样，一旦有了褶皱，就再也抹不平了。可是我想说的是，你是不一样的，只有你一如既往的对我好，所以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小琴，在我眼里，我们的友谊像这瓶水一样纯净。他们不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善念。一个人只要拥有善念，就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你我都是拥有善念的人。嗯，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立马跑回来告诉你。心妍啊，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啊？配合他，我们也等那个关键的节点。董事长，璀璨把公司的收购意向书传真过来了，上面直接标注了价格，收购的份额是100%的股权。看来他是认定东城除了被收购就没有其他的生路了。回复璀璨，东城不同意被收购，绝对不同意。好。李总，东城那边给回复了，怎么样？坚决不同意被收购。要死的鸭子还嘴硬，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强势了？通常的收购，您都会坐下来跟对方谈一谈，就算想买，也会问别人愿不愿意卖，然后呢，再谈一个适合的价格，适当的股权比例。您现在直接把合同寄过去，还自己定了价，东城难免会产生抵触心理的。我请你是给我做助理的，不是来给我当老师的。是，我知道，我就是想到这些，想提醒你一下，免得被收购的热情冲昏了头。您不是经常跟我说忠言逆耳吗？越是在您顺的时候，就越爱在你耳边吹吹风。现在是收购东城最好的时机。整个市场上还有哪家珠宝公司不想被我们璀璨收购？顾心妍不识时务，这也改变不了他最终被收购的现实。你先出去吧。好的，李总。胡总，当然有事。我需要你的助攻。我觉得你这设计挺好的，但就是这个地方，进来。这个部分可能要再改。顾总，不好了。怎么了？盛世正式催促第一笔投资款的利润部分，要求在一天之内打过去，不然就发律师函宣布撤资了。公司账上现在够付这笔款吗？那些固定资产我都清点完了，并且还需要一点时间，付完这笔款可能还差一点点。好，这样你想想办法，从其他的地方想办法周转一下，务必要在24小时之内给盛世把这笔款打过去啊。可是凑上这笔倒是可以。可是后面陆陆续续有几笔款都是要付的，付完这笔款，咱们公司的账上就空了。接下来生产的运转，其他的开支怎么办呢？啊，对了，还有马上要到发工资的时候了，如果真的发不出钱来，那前一段璀璨散播的谣言，可能就真的成为现实了。盛世这一次是要再给璀璨助攻。我们一定要挺住，不能随了他们的愿。小周，你就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其他的款项我会再去想办法。行，我知道了，那我先去了啊。嗯，辛苦。李总，胡凡的助攻见效了。是吗？怎么样了？
据说东城的财务部现在已经乱成一团了，他们为了凑够返还胡凡的投资款啊，现在赔上老本都不够了。哎呀，这个顾心妍呀，他不是硬骨头吗？那我看看这次他能扛到什么程度。他现在啊，带着他的得力干将出去了，估计啊四处寻找救兵去了。商家呀，讲究的是救急不救穷，现在的东城又穷又急，有哪个投资方会往火坑里跳？我看也是，他们现在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我们啊，现在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发展，不能够掉以轻心。这样，你去找几个记者朋友，到东城助助威去。好主意。这一款恒石青是我们跟东城公司合作的第一个系列，集团呢非常的重视，希望大家盯住细节，抓好落实，把推广工作做到极致，好吗？好，拜托各位啊。金总，顾总啊，欢迎欢迎，来来来，坐坐坐。谢谢，没打扰到您吧？没有没有。哎呀，巧了，我正在说我们恒石青系列的新品发布会。哦。大家特别喜欢这个产品，上市之后肯定大卖。啊，那太好了！金伯利钻石愿意跟我们东城合作，就已经是对我们东城最大的肯定了。客气了，客气了。客套的话我也不多说了。金总，其实今天过来，我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哦。我们东城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想必您也听说了。我是听说了一些，那么具体是什么困难呢？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周转的问题，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金总您是否方便可以跟公司申请一下，把我们合作的款项提前几天的结算给我们。如果可以的话，那对东城来说真的是解了燃眉之急了。没有任何问题，恒石青系列我们非常满意，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并不希望看到东辰因为资金的问题周转不灵，其实也是我们的损失嘛。所以我们金伯利钻石集团愿意和你们东辰共同度过这样一个难关。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我真没想到那么顺利。就是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共同的产品，嗯，所以合作的款项提前几天到位没有任何问题。顾总啊，你多虑了啊！感谢感谢，太感谢金总了。我跟你说，金总，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您这么慷慨，真的太感谢您了。客气了，客气了。那么作为回报，我决定下一批次的产品，我会将我设计的无限系列授权给金伯利钻石。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顾总，感谢感谢。谢谢您，金总，谢谢。希望我们以后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更大更好的合作。当然当然，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嗯，谢谢金总，谢谢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东城大厦的现场。之前一直被疯传的盛世资本将东城撤资的消息被东城辟谣之后，今天终于被确认事实，这个国内的珠宝龙头企业显然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那么东城将何去何从，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回金伯利可真是帮了咱们大忙。对啊，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真的是太好了。等等等等一下，这些记者还真是哪儿有事哪儿到啊。我们溜进去吧。靠谱。谢谢。怎么样？顾董，林总让您回来后立刻去找他。好。哦，对对，来，欣欣。哎，大家都在啊。坐坐坐坐坐。金伯利钻石那边情况怎么样了？他同意提前结清尾款了。太好了。哎，我们的这位新朋友可是帮了咱们大忙了。没错，只要这尾款一到，生产就可以继续了，进度也就不会耽误了。嗯，董事长，林总也在叫我们一起筹款呢。一起筹款？我记得
东辰在创业初期，是吧？你还记得吗？也遇到过一次资金链断裂的情况，记着吧？有。当时你妈妈带着我们每一个人去找钱，而且每个人都有找钱指标。这也算是东辰的一个传统了。对，优良传统。我们这已经把那个指标都分配完了。分配完了，那我的指标呢？你不用了，你说服了金总，就已经完成了指标。那不行，我也要加指标。董事长，你就听林总的吧。对，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总之呢，这次大伙找来的钱，至少能解决眼下东辰的困局。没错，东辰就是我们这些董事的东辰，我们不操心谁操心？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以前我有一个狭隘的观念，我认为说东辰是我妈建立的，是我们的家族企业。可是我现在才发现，东辰是我们大家的，每一个人的。我提议啊，如果年底有盈利的话，我建议每一个董事都可以拿到股权比例的双倍分红，怎么样？嘿，这我可听见了啊！可给你下了硬任务了啊！销售啊！我跟你说，别看咱们这董事长年纪轻轻的，哎，比那个铁公鸡李卓然都会激励人心啊！哎呀，也仅仅是激励人心而已啊！罗穗啊，我来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的首批收购款已经打到公共账户了。真的是好消息，杨总好魄力。说干就干呗，不过你这边也得抓紧啊。杨总你放心，一切尽在掌握中，待会儿我就去会那块最硬的骨头。进来，董事长，金伯利钻石那边的款打过来了，这么快？对，已经到账了。尽快通知财务部，保障生产还有员工的工资分发，千万不能做其他用处。好，我这就去。哦哦，待会儿。还有事？这个，房产证，还有这个，去做抵押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你妈妈留给你的那套别墅吧？确切的说，这套别墅是林总的，大家都是为了东城在奔走，这套房子留着也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尽快去做抵押吧。如果说价格不够的话，就找中介，尽快出手。董事长，没关系的，赶紧去吧。好的。喂，林毅哥哥 ，Lucy Lee 要见我。你好，小姐，请问有预约吗？李总。李总是吗？好，这边请。请坐，顾总。谢谢。不容易啊。终于请到你这个大红人了。我现在在媒体还有记者的黑榜上应该算是常客，怎么算得上是红人呢？李总这种时候约我出来，很意外。顾总，你这是怪我吧？其实我早就应该约你，只不过你最近事情太多了，我怕打扰你。啊，
我听说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泼硫酸事件，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吧？小伤而已，算不了什么。都好了，恢复好了就好。这样的事情省得让人传来传去，传走一样。没有关系啊，传言始终是传言，他一定会止于智者的。言归正传，我们开门见山吧。你对东城被收购的事情有什么态度？不要怪我着急，是我背后的投资方，他们催得紧。李总，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吧？您要我什么态度？我们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东城要被收购这件事啊。东城的起源我相信你也是知道的。我妈妈和东城的元老们为了他倾尽所有才有了东城的今天，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白董事长，你在珠宝界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还年轻，你在商场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以东城目前的财务状况，恐怕你比我还清楚吧。不要因为你个人的偏执而令东城走入万劫不复。如果有一天东城真的被璀璨收购，按照你们的理念去经营，那才叫做万劫不复吧。在商言商，在商场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买的，重要的是看价格。我劝你放下偏执，我保证不管是对你还是对东城都会有更美好的前景。我承认璀璨的发展史无前例，它的扩张速度是国内很多珠宝企业都无法企及相背的，但是这不是东城。东城的起心动念就决定了它不是一家以财富增长为目的的企业，它是想要让最广大最普通的人也可以感受到珠宝带给他们的美好还有幸福，这才是东城一直坚持的信念。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劝你再考虑考虑，我相信你会改变想法的。我跟顾欣妍谈崩了。啊？那现在怎么办啊？东城又不是他一个人的，你帮我约见东城的其他股东，我要逐个击破。好，那我知道了。真没想到这个 Lucy Lee 竟然会下线到这种程度。你记住了，上帝要想让你亡，必然让你先疯狂。那现在怎么办？我们拒绝了他的提案，他一定会从其他股东身上下手了。这完全符合露丝里的个性。挖完了中层总监，现在开始挖股东了。让他去折腾吧，看他有多大本事。啊，你看看这个。今年 JDA Awards 论坛的资料。嗯。我早就想参加一次这样的论坛了，可是现在东城又是这个样子，更加没有办法到国外去参加了。你翻到最后一页看看。今年在上海举行。对，今年的主赞助商把地点选择在了上海。哇，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是啊，我们在考虑公司如何生存的同时，也不能忘了谋求发展。没错。嗯，好好消化消化这个，准备准备。我知道了。
邱董，请喝茶。啊，谢谢。邱董，您也算是东城的二代元老了。我进东城的时候，您就已经是股东了。那时候啊，你和丛飞他们进东城的时候啊，还是风华正茂的小青年呢。是啊，一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邱董不仅仅是在东城，在整个珠宝界都是德高望重。哪里？哪里？邱董，虽然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璀璨，可是我还是惦念着东城，惦念着东城的老同事呢。嗯，我们璀璨要收购东城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吧？知道。东城啊，给我们开过会，问过我们的意见。您什么意见？我弃权了。人老了，怕事了。李卓然的事情没有牵连到我已经是万幸了。我怎么敢再在东城兴风作浪呢？如果我们璀璨希望您能表明态度呢？只要您能答应这件事情，条件随您开。你们璀璨这儿，我还是弃权吧。为什么要弃权呢？如果璀璨收购了东城，您手中的股份马上就可以变现，拿着现金颐养天年不好吗？这件事情，李卓然早就提过，他提过了好几次，也折腾了好几次。可是最终结果呢？他把自己给折腾进去。露西亚，这件事情你提晚了。想当初李卓然当权的时候，你啊就不应该跟他对着干。如果那个时候你告诉他想购买东城的话，他一定会敲锣打鼓的欢迎你，答应你。真的。这个邱董办事情没有头脑，金山又没有头脑，就会装疯卖傻。要不是当年李卓然拉他一把，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呢。你想啊，他一把年纪了，谁成想老了还沾了这个事情啊？他现在啊，恨不得事事都往后躲呢。我觉得呀，不如先把他放到一边，等其他人的工作做完了，再给点好处，他肯定就范。要加快速度了，趁着杨总还有梅总他们现在还在收购的劲头上，万一热情减了，可就不好推进了。好，我明天帮你约其他人。有一个消息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刚刚从林总那里得知的消息， JDA Awards 论坛将在上海举行。上海，我跟大家一样都是 JDA Awards 论坛的死忠粉，所以这一次论坛会在上海举行，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机遇。我有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呀？以往的比赛呢，老是指定或者选派，但是这一次我决定由东城的设计部还有 DNZ 工作室每个人都参加，组成金牌设计师团，我要把你们每个人都推荐出去。哇！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比赛之前，你们要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画出设计师代表作，明白吗？明白。开工！耶！耶！哎呀，你别跳了，画图，听见没？各位，交图了，交图了。丛总监，您今天已经第三次催稿了。你知道公司催了我多少遍吗？我们不交稿，璀璨就没有新的产品，公司的夜宵就会被影响，这一倒退回来都是我们设计部的事。丛总监，我们已经很快了。就是啊，丛总监，咱们部门连您一共十二个人，他们要我们一个月之内交出八十款设计，又要找资料，又要找原始，怎么可能啊？这些理由我十年前就用过了，没有用。您在东城的时候我就听说了，您是出了名的催稿大神，这来了璀璨以后，您催得更厉害。你有意见是不是？找露西丽提去，找班雅琪也行。他老跟露西说，没有新品就没有销量。老母鸡就算是要下蛋，也总是有食有赏吧。你说谁是老母鸡呢？
我说我们自己还不行吗？说你们自己也不行。璀璨请你们来不是让你们下几个鸡蛋的，你得有设计稿。你看看这些疲惫老看的人，你看谁还有状态画出设计？这样吧，你自己跟他们要。嘿，你什么态度啊？你自己的人凭什么让我给你催啊？看什么看？龙队啊，咱哥俩可好久没坐下来聊聊了啊。是啊，上次我去医院看了林哲，你别放弃，还有希望的。来，怎么回事？哎，露西丽每天跟我要设计图，我快被她逼疯了。我看这个璀璨公司应该改名叫摧残公司。自从露西丽拿了两轮投资后，公司各方面都升级了。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好事，但事情很快就变质了。他不断地给我们增加工作量，设计师也从一开始的精神饱满变得应付起来了，你知道吗？上周他还要求我们一个月内拿出80款新设计稿，怎么可能啊？他这是在自杀。消费者只要买了一回不满意，下回绝对不会再来。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我的。李总，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什么情况？你不是让我盯着丛总监的行踪吗？我跟人看见了，他提前结束加班出去了。去哪儿了？这我就不知道了。你提供的情况，门口的保安也能告诉我。我让你盯着，是想要你提供更详细的资料。现在是公司收购东城的关键时刻，盯仔细点。知道了。大家为了完成工作，每一天熬夜加班，但出来的东西，与其说是设计，不如说是拼凑出来的山寨货。再这么下去，我看直接抄袭也不远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Lucy 里在拿这两轮投资的时候，肯定跟人家签了业绩对赌协议，没有一定的销售量和业绩，他自己得赔钱。可能是这样吧。林队，不行回来吧。上次顾静也跟我说过了，我好好考虑考虑。好，我等你答复啊。好嘞，吃。这么晚还没走啊？我觉得每天跟林哲待一会儿，我这心里边踏实。真是难以想象，他这么一个乐观的人，竟然会喜欢这么悲伤的音乐。这孩子其实内心非常脆弱。记得小时候，他哭着闹着让我给他买火腿吃。我没有钱啊，就带着他去偷食堂的火腿。结果被食堂那大黄狗追得我们哥俩跑了好几条街。怪不得。你今天给他买了一整根火腿。林哲要是这次醒过来，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想去哪儿玩，我都陪着他。